哈喽大家好，今天我带你们来到了 The Garden， 所以这个是在 Mutiara Rini 区的一个高级公寓。所以今天我为你介绍的就是一个三间房间两间厕所的一个 corner lot 的一个 condo。来 ，Let's go。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间 unit 啊，它是在 corner unit 的。所以你看这边就是最后一间了。OK， 所以一进门你可以看到一进门，它其实这边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空间很好用的。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它一进门其实就是你的主人房。所以这个地方啊，如果假设你是做投资的话啦，你是可以把它做成 dual key 的。你这边可以加一个 partition， 一个门，你门一进来，这边就一个门是去到你的 common area， 这边就是进你的 master bedroom。OK，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做成一个 studio， 你看很宽敞的空间，看到吗？这边你可以放两张双人床都不是问题。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地点在 Mutiara Rini The Garden 很靠近 UTM， 所以这边会有很多大学生会来这边跟你租房子或者跟你租房间的。好，所以这个 studio unit 呢，它就是有自己的 attached bathroom 啦，有自己的厕所的。OK， 它会有自己的厕所的。那你看到这个地方吗？其实这边你是可以把它隔起来的，你这边可以做一个 partition。然后这边就是你的 wardrobe area， 就是来放衣橱的，放衣橱。然后这边才是你的睡房，你看非常宽敞非常宽敞。你如果不用这样大的衣橱，你这边其实可以放两张双人床的，可以放两张双人床，真的是很宽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master bedroom， 我们的 master bedroom。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美的 balcony， 你看到现在是傍晚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被太阳晒到，你会看到它的 balcony 很美。所以这边就是很成熟区，很成熟区 Mutiara Rini。所以你看下面就是我们的 facility floor， 看到吗？有 barbecue 啊，网球场啊 ，gym 啊 ，garden 啊，你看到吗？还有那个 swimming pool， 你看很多人在 swimming 因为这边的入住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这边地点真的很好。这个 The Garden 它楼下就有很多小小的店面，这个公寓楼下就有很多小店面，然后外面你再走路啊，过一条马路啊。就有很多很多的商圈，超多超多的店，所以这边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地点好又方便，地点好又方便，而且这边的租金需求又很高。OK， 所以如果假设我这边不管是有没有隔出来啦，这边就是我们的common area， 所以这里是我们的厨房空间，看到吗？这个是我们的 common 厨房空间，所以这边你可以把它隔起来啊，或者是你放一些简单的一些冰箱啊、bar counter 啊、kitchen cabinet 就很简单了，这边帮你装一个抽风机。OK，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这个是我们的客厅空间。那么这边如果假设你是投资的话啦，你要分房出租的话，你其实这边可以各多一间房间的。你看到这个墩吗？你这边可以各多一间房间，这样你就有四个房间。我们现在是三间房间，两间厕所，一共是1155 square feet， 1155。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 common bedroom， 也是有很好的采光，很好的采光。OK。然后最后这一间就是另外一个 common bedroom， 也是空间非常的大，采光也是非常好。那这间就是 corner unit， 看到吗？采光很好。这边还可以放你的一个书桌 study area。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 common bathroom，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 common bath。OK， 所以这一款呢，不管你是买来自己住啊，还是你是买来投资啊，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地点又好，设施又好，楼下就有一大堆商店，又靠近 UTM 成熟区。然后这个它是二手，但是它是全新的单位，所以基本上你是买到就可以直接住了啦。那么这一间呢，因为物主他有一点急卖 ，OK， 然后价钱呢是非常非常划算，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赶紧联系我。然后看完这个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 like、comment、share， 我们下次见，拜拜。